谁叫你们拉着你女朋友？说点什么？你的没有三思不行。好，哥哥咱去不了啊，啊，不让去啊，不让去。就是专门堵车，怕你惹事儿吧？怕我惹事儿。你的二婚是这样，最紧张的时候过了，不知道。现在去连线，跟前方联系说那也有危险。对，我很担心这个学弟的鞋。你们啊啊，对啊，不是我看新闻，我觉得当地人还可以，所以我就没特意的穿那个太硬的鞋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废墟上的那些扎的东西啊，什么，你的鞋太薄。但当时不是联系的时候，现在我们能走到哪儿的线路可能还不能自由。招子弟兵他们货仓里有，几袋子弟兵的物资。这边也行，然后慢慢推着你推一下。谢谢。